大家好，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如何免费注册战网暴雪国际服，并且绑定 PS5 的账号，用来玩暗黑4 COD19 这种暴雪游戏。我的 PS5 是国行光驱版，在做这个视频之前，我本来想用裸联注册的，但是现实啪啪打脸，所以不得不借助第三方工具，还好是免费的。首先说，这不是广告，它只是我们达到注册目的的一个工具，迅游手游加速器。这个软件可以从安卓和苹果的应用商店下载，在这里面有一个搜索注册，这里面呢就有 PSN 账号注册，还有战网账号注册，这两个注册都需要它的会员才可以。这个软件如果你是新会员的话，可以免费送一个小时，对于注册来说也够用了。另外可以输入小白的宝箱兑换一下，可以兑换5天时长。我现在已经是会员状态，我们先注册 PSN 港服，点击后面的加速，在这个软件内它就可以访问 PSN 港服商店，创建账号。这是索尼的网站了，地区选最上面的第二个香港，语言繁体简体中文都可以，生日 PSN 港服的账号就是电子邮件，这个密码强度最好让它满格，有英文的大小写，还要有数字，并且这个密码不能有你那个 ID 上面的字符。选择区县香港的一个地址，这个随便填写，线上 ID 不能有中文，是字母的。下面名称来个小白的宝箱，接收电子邮件，通过主机接受通知，然后创建成功，然后你就可以收到电子邮件了。下面还有一些个性化的东西，这样就创建成功了。这时候系统会给你这个邮箱发送一个邮件确认一下，然后进入邮箱，看到这份邮件，点击立即验证，电子邮件地址验证完毕。接下来我们注册暴雪账号，还是进入这个迅游手游的加速 APP， 还是搜索注册战网账号注册，点击加速，然后呢它会自动跳转，这就是 battle.net 国际服，这有一个图标 PSN， 我们可以直接用 PSN 账号登录，点一下这个 PS 图标，它自动会检测到我们刚才注册的那个账号，然后选择地区，我注册一个美服的战网吧，出生日期，这是暴雪的名字，叫小白的宝箱啊，这还要输入一个电子邮件地址，然后这有一个电话号码，是选天，这有一个我已经阅读并接受，这个名称啊，输入一个英文就过去了，人机监测，全部设定完成，这样呢也注册成功了，而且是自动绑定了 PSN 账号，完成你的账号，接下来设置密码，然后电子邮件未验证，还是需要验证一下，我点击了重发邮件，然后收到了，这有一个立即验证，这是邮件，输入战网的用名密码之后到达这里，电子邮件确认，它会给你的邮箱发送验证码，提交，现在都好了。这步操作可以在电脑完成，也可以在手机浏览器上完成。